这个第一名，我觉得我们就不要看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也看不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学妹尖儿。今天呢，又是我们十个福利频道。上一集呢，已经90几万观看了，然后有很多留言都在说，旁边那个女的真的很惨，人家在介绍影片，你在那边一直敲敲敲，在敲什么敲？所以是我妨碍了各位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大家。哇，我竟然是先走了。跟大家道歉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道歉的时候露出，不是基本常识吗？所以呢，今天为了大家的观赏体验，我准备了这个。今天你就把嘴巴给我封起来。就这样，那我今天来一个，那我又不用说话，那我再来一个。那粘到头发了哎，等下头发要怎么夹下来？那今天的频道排序呢，一样是依照他们的母汤程度去排的，越后面越母汤。那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频道。第一个频道呢 ，VR360 Avector， 2020年3月开创，然后观看数现在有5150万，30万订阅。它的影片就是一些比较生活、比较日常的。然后呢，它里面每一部影片都是有360度。你看，随便点一个画画，你看，哦，他画画了，嗨。哦，这个笔很晃，有没有？这个笔很晃，笔很晃啊！他一直晃那个笔啊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圆的图哦，有没有？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蛮有趣的，而且它每部影片都是360度，就是很有那种生活感，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融入它的生活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？就是为什么你这样还可以讲话？我怎么不能讲话？我竟然不敢讲话。那我们接下来第九名，那第九名是这个日南 Canon 69万订阅，2018年3月创立，然后到现在有4500万观看。那他频道主要是一些 ASMR 啊，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影片。哦，这个寿司，这个寿司很圆，哪里有寿司？这个酒看起来很好喝哦。我也没有酒啊。那接下来第八名，第八名呢？这个频道它有122万订阅，然后它是2009年就创立，到现在已经有6亿次观看。然后它的影片呢，就是一些粉丝在配一些 K-pop， 可是它也不完全是 K-pop， 有些那种韩国的一些素人的女团表演跳舞之类，它都有录起来。那我现在随便点一个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非常好看的画面，有你想看跳舞吗？我们要想看跳舞。K-pop 吗？K-pop 是跳舞。所以这个画质又非常的好。跳舞的呢，就大概是这样子，看太久会有版权，所以我们就先跳过。导演。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，接下来这个呢，它的频道的名字非常的简单，它就叫做美人，它有5.87万订阅，2018年就创办，现在有2500万观看。那它的影片呢，主要就是一些摄影师，然后去展场，然后拍一些 show girl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随便点一部来看，好不好？黑丝袜，非常漂亮，这个黑丝袜，这个美腿。只是这个频道有个缺点，就是它很多都拍狠的。大家如果喜欢看一些那种美腿或者这些 show girl 的话，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频道。那说到美腿呢，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，我在那边跟大家推荐一个 APP， 它叫做 Fusing。 那它里面呢，主要都是一些腿播啊、脚播啊，或者是一些性感主播为主一个 APP。点进来呢，选项有个直播，你把它点一下，然后里面就有非常多的主播可以看。它还有个功能是这个约会的功能，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主播，你觉得还不错，它是可以直接一对一打视讯过去给他，并且是。刺激哦，有没有？那既然今天的影片跟福利有关嘛，不然我们来刷个礼物，然后替大家谋取一点福利。这是你自己想看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为什么一点进去就看到这个画面是怎样？你在干嘛？超刺激的！我都还没刷礼物就看到福利了。520有什么福利可以看啊？看看，来，来看。他是在干嘛？这不能播。这我怎么放上来啊？刷礼物可以看主播用脚夹笔画画吗？那你要刷大一点哦。刷多一点就可以，是不是？520画一只兔子可以吗？可以，不就画兔子吗？简单。来个强吻你。妈呀，这是男生的。用脚夹笔画兔子。为什么要讲呢？用手，不能用脚。我给你画在这里好不好？他说要用手画在胸口，不然我们就看他这么漂亮的份上，就让他画在胸口吧。他要画，他要画。等下把这字画到旁边，比较清楚。蛮清醒耶，看得比较清楚。其实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，主播腿真美。你真的很精彩耶。刷520能看你用脚开宝特瓶吗？看起来有点奇怪。用脚开什么？
保特瓶吗？是什么？你看他们大陆保特瓶叫什么？应该是塑料瓶。塑料瓶。塑料瓶啊，可以啊。你现在听懂了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水晶鞋，小佳哥哥说刷就刷。当大鱼哦，你怎么拿一点来？感谢妈妈的水晶鞋、啊，看一下我们家有没有塑料瓶，没有的话我给你开个玻璃瓶的。玻璃瓶会不会太难开了？没有，这样子行吗？这太轻松了，这我也会，因为是立着，没有牛的立着。好，立着立着，瓶子立着。瓶子立着，哦，就是这样嘛，这样才对啊，对不对？他脚趾打超宽了，就是他扶着的那个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就是一只脚，就是把它夹住，然后一只脚开。人家很认真在开保特瓶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辛苦你了。我还蛮有礼貌的，我是有礼貌的变态。腿漂亮，然后人又敬业。那这个直播我们也玩过了，我们接下来玩看看一对一，好不好？请问多少点数可以一对一？2999。那我们直接一个灯塔给它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小佳哥哥是个特效，整个画面都是灯塔。小佳哥哥是个灯塔。Hello。Hello。等我先把麦克风关掉。他也太主动了吧，傻眼。你会什么特别技能吗？那你知道这招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这个叫自取其辱。那除了刚才那几位主播以外呢，家里面还有蛮多那种长得蛮漂亮的主播，随便点，这个身材跟刚才那个宝宝有得比哦。来看下一个，这其实也蛮漂亮的。清小类型，只是这个字有点挡到我了。好啦，那就差不多这样子。我的置顶留言有下载链接，那它是免费的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来看看。那我们继续我们的福利频道介绍。接下来这个频道呢，叫做 Miss Bikini， 它有10万订阅，2016年创办，1590万观看。看到这个频道名称就知道它里面的影片就是一些比基尼嘛。那我们就随便来点一个看看。像这种类型的泳衣，就是要那种身材够好才撑得起来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平的，你穿下去就像那个摔跤选手。真的有平的穿呢，只有这样子，也有那种欧美健康女生那样穿啊。我会平胸女性道歉，不要露出啊！你道歉要露出来。其实我除了对女生的穿着有兴趣以外，我对音乐这方面也是蛮有兴趣的。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那个 Pen Piano 嘛，那这一个呢，它是一个韩国的，它叫做 Lizzy， 它有98.1万订阅，创办日期是2017年，观看有9600万。它的影片呢，也是一些那种穿得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在那边弹钢琴的影片，它长得其实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那 Pen Piano 它是给人家留一丝的那种幻想的空间，各有优点，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可以跟我分享看看。下一个频道，那这个频道就叫写意骷髅，2.58万订阅，然后它2014年创办的，然后它现在有543万观看。那它的影片呢，就是一些 NND 的影片，可是呢，它又比我之前介绍的那几个又更猛了一点。说动画的那个质感是不是？应该说动画的尺度。我还有你很认真在探讨那个动画的部分我们来看个能播的好不好？这个好像也不太能播，也是非常的弹。好了，那如果你们要看的话，自己去搜寻好不好？不然我点再多，好像都不太能播出来。接下来下一个频道 Gawana， 它是一个韩国的频道，然后它有23.8万订阅，里面就是一些健身啊、运动的影片，看起来是非常的健康。啾啾啾啾啾！他这是干嘛啊？史莱姆是不是？是那个天竺鼠车车哦。天竺鼠车车穿着杰尼龟健身。就是我在健身房的话，这男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能每天会很认真的去那间健身房运动。我觉得各大健身房应该可以多请一些这种，然后去他们健身房里面当一些那种。你说像夜店会找一些那种假扮的？夜店不是都会请一些美女假装客人？我觉得健身房可以请那种，跟那男生说，哦，还是你要跟哪个教练买一下课程？应该是说，哦，我跟那个教练上课，我是跟那个教练上课，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对。
馆长如果看到的话，刚才那个意见可以让你们参考一下。那接下来这个频道呢，它叫做 Emoji Massage， 它是一个马杀鸡的频道。那它有36万订阅，2020年创办，现在有8900万次观看。那它里面呢，就是一些马杀鸡的影片，非常健康。如果大家想要学怎么帮别人按摩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点进来看一下。那我们就随便来看一下它的马杀鸡影片，卓越的品质，它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提高客户的满意度。来看一下，哎，它这个不错哎，有按摩，然后敷脸，然后又有洗头，这个身材是真的不错，波涛汹涌。你不是应该看他马杀鸡吗？对，我应该是要看他的手。应该是说人家手法很厉害啊。也是，这个手看起来很圆哦。是哆啦 A 梦。那接下来第一名是这个，这怎么念？我都理解，你哪里？那这个 Minami 呢，他有23.2万订阅，5400万次观看。那他的影片呢，就是一些，这个该怎么讲呢，随便点一个，反正呢你们看到应该就是一堆蜜桃啦。这个下身掉落。你这个评语好像蛮安全的。对，下身掉落，我觉得我的用词可以很那个，我国文还不错吧。那这个呢，这个上身飞出，上身飞出。好，可以这个第一名我觉得我们就不要看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 你们也看不到。如果大家还有推荐什么自己私藏的福利频道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。那如果大家对美腿或性感主播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下载 Fusing 来玩看看。那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我可以擦掉了。大家看影片应该觉得很奇怪，那为什么会有颜色然后红起来？还是其实大家也不在意？大家不在意，大家觉得很安静，非常好。奇怪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